要买什么？我要火车便当。哎，你还来行的哦。哎，我在。我在。靠，你买个便当跑屁呀、啊！我今天问了什么来，你知道吗？关我屁事啊！就是为了这个卤蛋。那我才带给你，我是为了一颗卤蛋而来的。跟我为了一颗卤蛋来学校，因为在学校吃卤蛋才有 feel。有点在，卖萌你也惊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现在跟你说，有个活动可以让你卤蛋吃不完。什么活动？就是金扇奖。金扇奖是主题不限，而且影片数量也不限，只要是有关正面议题的都可以来参加，像是纪录片、剧情片等都可以来投稿参加。请记得在9月30日以前完成报名及投稿。Thank you.